哦，是一只牛皮的僵尸！我现在有，那一人灭掉一对反僵尸小队的雪怪哥，还有一处长全出动送钱的机房僵尸！哈哈哈，现在还有谁能拦住我当回薯片？哼，不要太嚣张了，美国队长的接班人来消灭你了！等等，你就是美国队长的接班人？没错，就是我！不会吧，就你这样子也能当美国队长？哼，有胆就来打一下试试！ 妈耶，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还是先升级一波雪怪哥吧，这样打起来也安心一些。哈哈，七级雪怪哥登场，冲啊！给这臭屁的 boss 一点教训。嗯哼，垃圾僵尸，我打败你的。妈耶，边吃东西边放狠话，这么看不起我吗？看来必须认真点了，先用病毒炸弹制造点僵尸追诱饵。喵！哦，有僵尸，快点去干掉他！ 哼哼，上当了吧！超级病毒6.0，揍你！哦，怎么到处都是僵尸哦？快跑！跑！来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吧！上吧，雪怪哥！啊哦！哦，我死了！What？等等，你这也太菜了吧！说好的美国队长继承人呢？这一定是个假 boss 吧？太菜了！<笑>我们来啦！终于来啦！现在也只有你们配合我一战了！回到僵尸课上，请他们活力！ 哦，我怕死！别怕，雪怪哥马上就过来了。我要钱！妈耶，为了钱也太狠了吧，直接把反僵尸小队给消灭了。去死吧你们这些僵尸！啊，我死了。哎呦，还有点实力嘛。恶魔领主，快上去帮忙！我又吃奶奶。哎，恶魔领主，你跑错方向了呀！我又吃奶奶。完了，恶魔领主是不是背着我和法老僵尸们也变成智障了？哈哈，僵尸哥，僵尸垃圾！恶魔僵尸快去支援，雪怪哥也上去帮忙。啊呜！啊呜！ 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赢了，等等，我是不是忘了啥？你忘记让我上去抢钱了？哎，我竟然忘记上机房僵尸了！啊，我这四舍五入就是亏了1亿！